你今天玩什么游戏？迷你侦探。一到十分，你给几分？八。为什么给他八分呢？因为我第一局没玩的好好的，只有第二局就没开牌。还有呢？就不想给了。那为什么就会给他八分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是喜欢这个游戏吗 ？Hello。Hello。是吗？好什么？是喜欢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游戏？它哪里让你觉得好玩？就是要推理的地方。你说你要推理，你要推理什么？补充的，好，谢谢。